大家看一下印度民间魔术师，嘴中吸着奶瓶，他慢慢的喝掉。注意看他手里的奶瓶，慢慢的喝没了。接下来他把奶瓶拿出来，把奶瓶放在肚子上，他慢慢的把喝没的奶从肚子里吐出来。你知道什么原理吗？我来教你同款的魔术，我来教你。首先大家看一下手里的一个小奶瓶，接下来我把它喝掉。太好喝了，来吧，看好，接下来我可以把它变回来。来吧朋友，想学这个小魔术呢，红心点亮，加厚点眉，关注我。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教学，它是一个跟那个隔空喝牛奶原理是一样的啊。把它倒没的时候，喝掉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牛奶呢在这里，大家是看不到的啊。把它变回来的时候，你学会了吗？